是蒸蛋糕的做法。家里烤箱坏掉，突然间发现原来家宝很喜欢吃超市里的 MUFHICAPE， 所以试着做料，没想到满屋飘香啊！波浪符波浪符，双引号，低粉二分之一杯，鸡蛋一个，即士粉两汤匙，泡打粉一茶匙，橄榄油一汤匙，牛奶三汤匙，糖粉三汤匙。一，所有材料备齐。二，锅中放水，大火煮开。三，滴粉、即士粉、糖粉和泡打粉混合，用蛋抽拌匀或过筛。四，鸡蛋、牛奶和橄榄油放入小碗中，五，搅拌至完全融合，没有水油分离的状况。六，将一体全部倒入粉状盆中，切拌至无颗粒状。七，倒入模具中大约五分满。八，放入煮开的水中，保持大火。九，盖上盖子，小心蒸汽滴入模具中。八到十分钟，或者用牙签插入后拔出没有粘连物，就可以出锅料。11 NJOY 小窍门，即士粉是为料添加香气和色泽。